来，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我相信我们。云林县是农业大县哈，啊，不过我嘛是真爱读书，啊，所以成品的当然你来到这个县哈，啊嘛清楚几啊年吼，啊，那今天的话终于算是开幕了吼，啊，所以我们关内是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台基吧，啊，这是咱的欢喜的所在，所以希望关内人的时候要善于应用啊成品还有斯达巴，啊，大家共同来把啊整个的读书的风气的话带动起来，让咱的囡仔想未来跟人有一个比拼。来到后会呢，其实我那有当来到家己故乡的迄种感觉吼。成品伫开始的时阵，都有一个理念，希望咱家己的故乡的土地，咱家己来种植，咱家己台湾的文化，咱家己台湾人，就要自己来疼惜吼。啊，即届有这个机会来到后会，其实是苏馆长。我阮真感动，哦啊，所以就希望讲陈平啊有这个缘分来甲咱好买，希望敢若讲借陈平这个空间，将来咱好买甲分林在地有真侪特殊的迄个文化，咱利用这个空间来办真侪活动，和咱所有的乡亲共同来参与。所在的地方是有历史、文化、人文的一个空间，那在这旁边又有湖尾的一个特色，有这布袋戏馆，还有故事馆，那真的是星巴克的一个荣誉。好幸福。